我白天拉什么窗帘啊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你不用紧张，社交的部分我来就好了。对了，正好可以公布一下我们的关系。你好，你的冰淇淋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见。我冰淇淋呢？说。 是不是把我冰淇淋偷吃了？小姐姐是真的姐姐啊？不，重点不在这儿，这可是我的初吻啊！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未来飞行的庆功宴。 同时，我们和森海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，并且即将和万星公司达成合作。未来，我们将携手推出全新的飞行产品，这是我们每一位未来同仁共同努力的成果。今天我宣布，G101全新型号的产品线开发正式启动，新产品线的负责人，也是我们公司新的副总，我的弟弟苏木。 今天也感谢每一位嘉宾的到来，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共创辉煌。德德，德德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他们不是情侣，是姐弟。我知道，我就说吧，你的未来一片光明，你看看你现在啊。 额角发亮，桃花滚滚，我觉得你的未来稳了。是，稳了。嗯嗯。你怎么还自己吃上了？ 有规定说我不能吃吗？倒是没规定，但我还没吃着呢。哦，那我再给你做一个。哎，不用。你喂我一口就行了。先生，你喝多了，我给你做一个吧。说了不用，就吃你这个。哎，你干嘛？嘿，拿个小螃蟹，我看你像个小螃蟹，别害羞嘛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再这样对你不客气了。 就是让你对我不客气，客气才是小螃蟹。哎，哎，干什么呀？啊！你放手！不放！我让你放手！管你谁，你松手！放开！你动弹一下试试，放开。刘总，你喝多了。你才喝多了呢。 米总，我已经给你们面子了，你们就这么对待客户的呀？为了个小服务员得罪我，值吗？刘总，今天晚上的宴会很重要，您就不要在这里闹事了。有多重要呀？你们不就是个做破飞行器的公司吗？没有我们万鑫给你们做设计，你们产品能按时上线吗？ 我现在宣布，正式终止与你们万鑫公司的合作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吗？让你滚呢！行，啊，你们给我记住，走。 你没事吧？行了，今天晚上的宴会啊，到此结束，大家都散了吧。走了走了。哎呦，今天这事儿本来挺顺利的，却碰见了那样的事情。刘太的事儿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来搞定。那就辛苦你了。
那我就先走了，我还得去送一趟山中。那你路上小心。嗯，苏沫，那我先走了。 那我们走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等王艳艺，他送我。那行，那你先走吧。你的事儿我回去再跟你说，我现在有点累了，走了。嗯。回家了，多多。 睡着啦？北门已经关了，从南门走，快点。好，好，好。走了啊。车呢？我手机呢？ 小张，放个音乐。 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但我的心早到了。你又来喝酒吧？我真服了，这苏木那小子办的这叫什么事儿？为了个妞，损失老子800万。怎么了？ 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不就是人吗？就是渣子，除了我们，我跟你说，没人能给他做那些操蛋的事儿。别到时候再来跪着求我，我饶不了他们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就来。哟，刘总，你们在这儿喝呢？你谁呀？我未来的。哦，你小子，哎，你不是苏木的狗腿吗？嗨。 得到了，下车吧。下车呀，德德，我怎么那个衣服？哇，我在这儿呢，德德，你去哪儿了呀？我以为你在车上，没有想到就是一个衣服，我以为你丢了呢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么大人怎么会丢呢？ 我是做他的，快点回去吧。啊，谢谢啊。 走！打起来了！打起来了！你他妈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！你干嘛呢？这没你事啊！滚蛋！你们四个人打人家一个合适吗？你事先走，再废话，连你一块揍是吗？ 我以前啊，一直以为你只是个大男孩，根本不懂这些。没想到你今天给我整这一出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看人家姑娘也是一脸懵，看来啊，人家也不知道你会突然那样。对。你还对，我的意思是，你那样做很冒失，以后这种事情你要注意点场合。哦。 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你不住这儿了呀？算了吧，我看这儿我是待不下去了。哎，我那个工作室已经弄得差不多了，以后我就要闭关了，不去公司。
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随你。反正从小我都管不了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们去山上说吧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好像迷路了，这儿跟以前不太一样。不错，可是这内部装修就不太好了，整体色彩呢偏暗，缺少颜色。这是我新的工作室，以后你就来这儿给我做冰淇淋。哦，你是不是看了我画的房子建的呀？还是说你特地建给我的？这房子建的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，他肯定是剽窃了我的创意，又不好意思说。谢谢你啊。你傻呀？怎么了？下这么大雨去提车，车重要人重要？快擦一下，别着凉。山上说吧。